早上六点出门走路或跑步，悠悠闲闲的走上往山顶的那条路，斜坡走的好陡，但我不认输，过程多辛苦，那就把它当吃补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受到指南针的帮助，空气逐渐稀薄，我感到不舒服。不知是我头昏眼花，还是糊涂，居然会在这种鬼地方迷路。Damn， 走到一条不知是哪的小路，偶然遇到一群可爱的小动物，沿着这条路走，看到许多的树木，树上的松鼠，那就是这里的住户。这里的动物都会互相帮助，没有噪音或者车辆，巷子或者山路。这里的流浪猫狗又怎会孤独？跟他们一起玩，这真的好酷耶、yeah ！我独自翱翔在山林之间，像是一个病人在这里疯疯癫癫。我还真的在这里耍废了半天，是否要回家？那都只是一念之间。我真的他妈好久才找到出路，走了快要残废了哦，我的老天，哇哩嘞！我还有些失望的时间，刚刚忘了拍照上传 Instagram。这里美的可以说是世外桃源，那就继续乱晃，反正我也游手好闲。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这样冒险，让我一探究竟，到底山林里有没有神仙？踩到狗大便，对我的鞋子感到抱歉。前方人行步道狭窄，我也只能靠边。旁边电线杆上黑色黄色相间，努力多少收获多少，没有人能超前。其实我的抗压性有很大的空间，沿路 freestyle 都没人笑我太疯癫，要分 PI 或是 hip hop， 我站在中间。疲惫就得休息，让音乐为我充电，忍不住就闹在草地上，为他们做点贡献。玩了好久几乎都忘了时间，跑下坡的速度就像闪电霹雳车的风险，我向老天祷告这些蠢事别再重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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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翱翔在山林之间，像是一个病人在这里疯疯癫癫。我还真的在这里耍废了半天，是否要回家？那都只是一念之间。我真的他妈好久才找到出路，走了快要残废了哦，我的老天，哇哩嘞！我还有件事忘了实现，刚刚忘了拍照上传 Instagram。我独自翱翔在山林之间，像是一个病人在这里疯疯癫癫。我还真的在这里耍废了半天，是否要回家？那都只是一念。我真的他妈好久才找到出路，走得快要残废了哦，我的老天，哇哩嘞！我还有件失望的实现，刚刚忘了拍照上传 Instagram。翱翔在山林之间，我独自翱翔在山林之间，我独自翱翔在山林之间。